看到戏开演之前，主持人姜子黄 DJ 以及地检署检察长林邦牛等来宾特别来发放祈福桂寿桃，马上就引起大咖的观众热烈回响。红遍全国的知名歌戏团明华园，在总团长陈信宏的带领下，为九月二十六号起连续三晚，由东家小生孙翠芳率团在南投主神宫举行社神的公演。看戏民众挤满主神宫的广场，也好头一次参与户外看歌戏的检察长林邦牛，非常肯定主神宫回馈地方的用心。地检署一直都是在强调公益跟关怀，在关怀这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跟社会资源相结合。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慈善宫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地方人士有这么好机会可以欣赏到国家级的歌仔戏团的一个表演，这实在是我们地方上一件非常大的一个盛事。非常感谢到咱的团长南明花园的陈团长也继续来甲搭社呢，所以咱今年嘞搭社落去，陈团长第二年，咱这个人第三年呀。为着恭贺求天圣玉帝圣诞，也庆祝法尊南巡祈福顺利成功，并花园展现心意，三工公演三出戏剧。身为主神宫信道的总团长陈信宏，也热情邀请乡亲都会当前来看好戏。总共有三天的演出，每一天演出的戏码都不一样。第一天特别推出开心小品《财神下凡》，明天特别推出明花园的招牌大戏《红尘菩提》。欢迎各位乡亲来主神宫的广场看歌戏。二六、二七、二八三天，这三天的明花园呢，伫拢伫咱主神宫的广场伫咧演。来，谢谢啦！感谢各位啊！想袂到咱南投人真正非常的有爱心嘛、啊，我歌都还袂唱了的，都分到这么济啦。出片中带着教化的剧情，加上专工安排台顶台下互动的桥段，这头一间公演就让民众感觉搁想要继续看落去。对咱地宗教结合艺文的盛会，用尽不妨把握时间，前往主神宫祈福拜神，也看好戏。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